挺快呀，这速度啊！大孙睡醒啦，坐车睡觉了咋的？睡觉睡觉了。哎呀，奶奶抱，哎呀，好看呢，来奶奶家啦。我家电视也没亮啊，咋回事？上奶奶家来了？长大自己就能来了啊。打空调了，怕你热。哎，可哪看呢？不对劲儿，不是自己家哈。哎呀，还带个小绳，五彩绳。可哪都好奇哈。还有那个呀，电视也没亮哈。奶奶家电视不亮，坏了，不亮。哪都好奇啊，电视啊。啊，哎呀，可哪看呢？可哪看呀？哎呦，唰唰的就过来了，你慢点的啊！我看看九九，你瞅瞅，你瞅，好吃吗？这嘴吧唧的呱呱响，你啃着了吗？好吃吗？能咬动吗？真是个的。我寻你睡着了呢，你还搁这乐得嘎嘎的啊？哎呀，你要不要吃饭饭？看看老多好吃的了，要不要？吃饭饭了，好不好？哒哒哒，吃饭喽！还挺棒的，你瞅瞅。哦，你还叹口气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哪都能去呀，看着手机呢，还惦记动手机呢。奶奶手机搁这儿呢。哎。你整一口咋的？安康，端午节叫安康嘛，康。安康节快乐。对。今天俩女儿呢？对，俩狗今天过生日，给奶奶给。奶奶差四分了。晚上回家慢慢查。不过肉现在吃正好，是吧？开工。让你看看我旋风快的铲车组。你这大块的吃呢？好吃。是吧？正好吃，要不你俩也不爱吃肉。这么多还能吃的。呀，你这不也吃着呢吗？吃桃桃啦。真好哄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先告诉你，
根本就不是生意蛋儿。九九，这从小就要爱国啊、哦！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哎，看电视啊、哦！从小就得爱国。等你会唱歌，奶奶教你唱国歌。啊，看电视了哈，看看多好。他可爱看那个大阅兵了。